一秒测试你的肌少症风险，有一个可以简单测试肌少症的方法，就是将双手拇指与食指围住小腿肚圈起，小腿围大于指围，小腿围等于指围，小腿围小于指围。如果空隙很大，就可能罹患肌少症，要尽快就医。全民健康基金会关心您。